翘了家。今天早上呢，准备来吃这个恰巴塔三明治。这个是我前段时间自己烤的这个恰巴塔。我们先来准备三明治里面需要的材料。这个是我之前腌的胡萝卜，其实也没啥好准备的，煎个鸡蛋，洗点生菜。稍微加一点点牛奶，刚刚把这个面包稍微烤一下。其实我在韩国还挺常买这个的，但是我没想到它这么简单。过两天我还会再做一次。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又很好吃，也很健康的一款面包。我这次做的这个气孔还挺丰富的。首先稍微的挤一点美乃滋。这款面包整体来说没有什么糖，然后就放了一点点盐，所以味道比较淡。是刚刚煎过的火腿，胡萝卜。这个腌胡萝卜的口感非常好，就是加在任何的早餐三明治里面都很脆脆的那种感觉。顶上我们再放一片生菜，要不然这个胡萝卜容易把面包泡软。这个包三明治的保鲜膜基本上每一次我发都有人问，这个应该就是美版佳能的保鲜膜。这样包起来会比较拿起来方便吃一些，侧切面还是很好看的。这款豆子的研磨度在我调试了一个礼拜之后终于满意了。手抖可还行，两颗爱心。刚才第一次倒入牛奶的时候手一抖差点把杯子给扔出去。今天的早餐完成，这边有我今天早上做的三明治，然后一颗泡芙，其实这个是饭后甜点，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车厘子。先喝一口咖啡。哦，一口咖啡下去，心情舒畅。这个恰巴塔面包真的又好做又好吃，过两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找的那个食谱。哦，烤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兴奋。其实本来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面包应该很难。嗯，老观众们应该很熟悉我吃这个面包了，超级香。
最近有不少朋友私信我问我，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我在国外是怎样预防新冠的经验。但其实朋友们，我觉得我的经验并不是特别适用于大家来进行参考，因为当时我在韩国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强制开放线下，所以我可以选择性的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所以呢，我跟大部分就是现在的上班还有上学的朋友不算特别的一样，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的。因为我后期也不能算躺平吧，但是生活总要继续嘛，我还去上了烘焙课，上了咖啡课，然后也跟朋友出去吃饭。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我做的可能最多的一个防护措施就是喷酒精，但是我在这里要先说明啊，大家一定不要在使用明火的地方喷酒精。一般我怎么喷啊，随身的包里面我会放一瓶小的酒精。看过我在韩国视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吃饭之前，在外面吃饭之前会把桌子什么的全部都喷一下。而且我在外面的时候，属于无论是我上课还是我见朋友，基本上都属于就是能不摘口罩就不摘口罩。除了吃饭喝咖啡的时候会把口罩摘下来之外，包括我上咖啡课，我去上烘焙课的时候也是全程都戴着口罩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在我接触的地方，手接触的地方喷酒精，吃饭的时候喷桌子，但是我不会对着空气进行喷啊，因为对着你周边的空气喷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说一般我只在我接触的地方喷酒精。还有一个我一定会喷的就是手机，我觉得手机是最容易就接触到病菌的，因为你的手嘛，你可能一个不注意去摸了些什么，比如说你上地铁上公交摸了把手，然后你可能摸了一下桌子，那些地方其实是你自己不会注意去消毒的地方嘛。所以说一般我只要在室内就准备吃饭了摘口罩的时候，我就会先把手机喷一遍酒精。现在手机壳都比较好了嘛，喷一喷酒精也不会坏。所以说大家看我在韩国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用过我之前买那个什么液态硅胶的手机壳。然后在家的话，基本上我收的快递也会喷酒精，但是我最近好像看到了有帖子，有专家说因为那个箱子的结构的原因，可能因为它是纸的，所以喷酒精好像不能让它完全杀菌。但其实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在韩国的时候我收的所有快递上面都喷了酒精。在门外喷，喷完之后放个大概两三个小时，然后再把快递拿进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酒精的味道。就是用酒精75度的酒精去消毒肯定是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酒精的安全啊，千万不要在有明火的地方喷酒精。我跟程姐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如果说有那种比如说我们吃部队锅那种瓦斯炉的那种饭店，是绝对不能喷酒精的，好吗各位。就是一般那个时候我都是带酒精湿巾，国内很好买75度的酒精湿巾，千万不要在有明火的地方喷酒精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虽然说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吧，根据大部分专家的预测，第一波感染可能已经就是差不多快结束了。但是毕竟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可能还是一个长久战，而且我最近又刷到了很多朋友反复感染的经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就是像磨豆仓里面的这些粉啊什么的，定期做一下清洁，然后这个咖啡的味道才会比较好。就包括大家如果直接用那个咖啡机的磨豆仓来磨豆也是一样的，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洁它。这些东西啊，网上都有教程，就每一步应该怎么做，随便找一找都能找得到。我也是现跟着视频来进行操作的。
大家看到每一个零部件上都有之前没有掉下去的粉，这些粉常年堆积在一个地方，咖啡的味道就会变得很奇怪。然后还有一个觉得用到现在比较值得买的机器，就是这个戴森。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咖啡机，然后磨粉经常搞到处都是的话，那么这个真的非常管用。吸完之后再擦一遍就会很干净，要不然那种小的细粉咖啡粉那种渣渣真的很难清理，尤其是在我后面就是那种步子上面掉的渣渣更难清理，但是用吸尘器就还好，比较容易打扫。 OK Good。 今天中午准备来做一个毛豆炒肉吃，主要是因为我前两天在家里面闲着没事儿，买了这么一大袋毛豆，结果剥出来这么一小盒。毛豆要先洗一下，切一些辣椒，其实大家看我早些年在韩国的视频，我炒菜基本上是不怎么放葱姜蒜的，但是最近我真的是越来越能体会到炒菜放葱姜蒜的魅力。肉块是我之前买好然后冷冻昨天拿出来化冻的，让我来看看更没更新。其实我最近在看的恋综还有一个单身级地狱，因为那个是奈飞原创的嘛，所以说可以直接在奈飞看。今天是礼拜二，看它有没有更新。打开好慢啊，好像还没有更新的样子啊，这是第一集，吓死我了，没更新，可能得晚上吧。毛豆炒肉我一定要用勺子来吃才会比较过瘾，之前蒸的米饭还剩最后一盒，下次又该蒸饭了。之前这瓶小甜酒还剩最后一点，沾我是超级喜欢吃毛豆的，嗯，幸亏没有掉到地毯上，大家应该看见了，刚刚我把我们家客厅的地毯铺上了。
下月就要搬家了嘛，跟大家一起来拆个快递。这个是今年韩国星巴克的一个圣诞限定的杯子，大家看，上面是这种小画的，超级可爱的一个圣诞的杯子。我在朋友圈看到我一个朋友买了它之后就念念不忘，然后最后自己还是下单买了一个，找转运机构运了过来。这个好好看，591毫升的，超级大杯。不过现在据说这个杯子还挺难买的了，而且现在买的话不知道快递什么时候能寄过来。我这个杯子大概是半个月，将近一个月前下单了吧。韩国这种圣诞限定上的还挺早的。然后之前这个杯子也有不少朋友问，这个是473毫升的，可能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韩国的圣诞限定吧。哎，前年，反正不是去年。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今年的哦，这个好可爱啊！我第一眼在图片上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超级喜欢。这个算是我今年送给自己的圣诞礼物。然后这个杯子，这也是韩国星巴克的夏季还是哪一个季的一个薯条杯，然后是这种蓝色的。这个是多少毫升？这个也是，哎呀呀呀呀，这个也是473毫升。嗯，我一般比较喜欢买这种大的杯子，因为我喝水喝的量比较大嘛。我在爸妈家用的那个绿色的杯子，应该是今年3、4月份的春季限定。嗯，反正都是星巴克的这种大杯子，好看啊，然后容量大，对，就满足我的需求了。嗯，今天早上准备来简单的做一个煎吐司。这个也吃过很多遍了，一颗鸡蛋加一点牛奶，稍微的放一点糖，这是我之前做的吐司，一直是冷冻处理的，昨天晚上拿出来冷藏室解冻。之前有朋友问我这种袋子怎样重复使用，一般这种吐司放面包的袋子，就只要它里面没有液体，这个袋子我就会控干里面的水分，然后继续用。一般煎这种吐司，我很少用黄油煎，因为我怕糊，所以一般都是直接喷橄榄油。稍微的来一点糖浆，我发现这个杯子的嘴感，就是喝水的感觉没有前几个好，可能是因为它上面有一层这个凸起的包边的原因，就是没有之前那几个杯子舒服。
我之前刚刚说过，我冬天不怎么吃这下酸奶，就啪啪打脸。嗯，这个搭配我觉得大家也很常见，我吃了。自己做的吐司就可以切得很厚，吃这种就比较爽。佳佳，今天糖浆好像稍微倒多了一点。嗯，这种吃法就没有错。我之前试过一次，就是不用牛奶，用那个鲜奶油，可能是我没有吃惯的原因，我觉得有点腻，不如放牛奶的好吃。有可能的话，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小火慢煎，把两面煎到微微的焦。猛火快煎的话，第一个容易糊，第二个出不来这种微焦的那种脆脆的皮。今天是12月21号，疫情进行到现在还没有阳过的我的爸妈还有我的几个亲戚开始出现换阳的症状，就是稍微哪里不舒服一点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新冠了。我知道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面就阳了，我也不是说在家里面一直待着就一定不会啊，就可能到现在家里的大部分亲戚然后爸妈的朋友们我朋友圈的朋友们都阳过了，然后你没得过就会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想阳，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圆圆姐扛一扛，能不阳就别阳了，真的很难受。是我理解，我已经看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后记，真的很难受。但是呢，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位置到什么时候，就跟感觉你期末考试考的不怎么样，然后按惯例来说是应该开家长会的，但是这次老师一直没说要不要开，他就一直吊着你，你觉得有可能开也有可能不开，然后在你纠结的时间里面就会特别煎熬，就是那种感觉。我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约1月份出去玩了，那问题是到现在我还没有阳，你就很纠结。准备来搞一点冰淇淋吃，这个牌子就是之前我跟程姐我们去上海转机的时候然后吃过他们家的这个焦糖海盐冰淇淋，我们都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他们家好像是开了网店，哇，这个是里面那个饼干碎，所以说我就买了一盒，其实我这个买了很久了，今天才想起来吃。哇，闻起来就跟他们家店里卖的一模一样。哦吼，你别说，这个挖冰淇淋还真的可以。整一点冰淇淋过来，继续剪我的片子。我现在一般白天剪片，后面的窗帘就直接打开了，阳光晒起来比较舒服。但是缺点就是如果我在这边拍视频的话我基本看不见我屏幕里面在拍什么。嗯，有那味儿了，很好吃，但是说不上来，我觉得好像比我在店里面吃的甜一点点，还是我太久没有吃了缘故。我昨天更新的视频发出去，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跟萌姐说话的时候还要用普通话，就是明明我自己跟她说话的时候更习惯用徐州话。是的朋友们，就是我跟我朋友说话的时候，如果我朋友说的是徐州话，那我自己不自然而然的肯定会被带出来家乡话。但是为什么我自己还要坚持说普通话，是因为后期真的很麻烦，就大家现在看我所有视频都有字幕嘛，但其实是我是有开一个就是那种加字幕的软件的，但是加字幕的软件它就是比较能识别标准的普通话，你带一点方言
那个字都有可能不一样。就这一点我之前也看了一个博主，前两天看他的视频也说普通话不标准，就后期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软件识别不了。所以我现在拍视频的时候说话语速尽量的慢，尽量的标准，也是给我后期节省了很大的时间。不标准的时候剪辑真的超级的麻烦。我的话痨电饭煲提醒我去搅饭。今天中午准备做一个牛肉盖饭，我们家这边还有一些冷冻的牛肉。首先这里是200毫升的清水，然后往里面加4勺酱油，上面说的是3勺料酒3勺味淋，因为我没有料酒，所以我打算放6勺味淋，3勺糖，但是这个量有点大，我决定放2勺。闻起来就是料酒跟酱油的味道。你别说，这个味道闻起来真的有，就是饭店里面牛肉饭的那个味道。然后作者说盖上盖儿，中小火煮15分钟。 OK， 我一般遵照食谱做菜都是很听话的，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今天新蒸的米饭，哇，今天也是黑米饭。稍微浇一丢丢汤，没敢加太多，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料做出来咸不咸。再讲这个盖饭的颜色，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像样的。刚刚我稍微尝了一下，也不是特别的咸。今天中午打算来看《单身级地狱2》。目前我看过和正在看的恋综，换成恋爱2、恋爱捕手4、单身级地狱2。这三个是我正在看和看完的，最推荐换成恋爱2。换成恋爱1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源，所以说我一直没有看，不知道哪里能看到就是换成恋爱1的资源。这个配方不咸，甚至比吉野家味道还要淡一些，好吃的。说到哪儿了？换成恋爱2。对，我觉得换成恋爱它本身带着一个前任的 buff 在，就是所有人的身上在开篇之前就有故事，这一点就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剪辑真的很好。所以大家如果在家不舒服的话可以看一看，你解解闷儿。恋爱捕手4更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理出来一个特别明显的线来，但是恋爱捕手呢他都能更到4了啊，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前面3季我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本身也带了一个推理的情节在里面，就是比起单纯的恋综又有一种更吸引人的点。单身级地狱第1季我没看过，第2季看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点，但是呢他们的选角导演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总能挖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人。所以最近单身级地狱我也在看，为了吃一点绿叶菜，所以说我把之前剩的半颗生菜给洗了。
今天打算来做一下鲫鱼饼，因为冰箱里面那个红豆馅儿不是特别新鲜了。这个是参考油管的一个配方，看起来这个还挺简单的，感觉大家只要买那个模具就都可以做的样子。30克黄油要先融化，然后把融化的黄油倒进去，搅拌成这种比较稀的面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团一下这个红豆沙。这个红豆沙啊，也有不少朋友问我怎么做的，其实很简单，我是拿我们家那个高压锅，就是高压电饭煲，高压煮饭模式，然后把它煮熟，直接压成泥，然后加喜欢的白糖量就可以了，团成这种扁扁的球状。黄油融化了之后，给这个模具上面均匀的刷一些，锅的两面都烤一烤，到6-7成满的面糊，然后把红豆馅放上去。哦，初始面糊加的有点多，压压压压压，盖上。稍微尾巴这边有一点点糊，就是可能是我火力不均匀的原因。大家看这边其实上色还不是很明显，然后这边就有一点点糊了。哦，感觉这次的颜色更好看了一些。这个鲫鱼饼啊，根据大家用的这个模具还有你的火力大小，参考时间都不一样。作者参考时间是3分半钟，但是我第一锅做的时候3分半，这边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点糊了，然后我刚刚调到了2分20秒，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锅，所以现在我试了2分10秒，感觉2分10秒差不多的样子。哎呀，2分10秒的鲫鱼饼啊，得搞啊，这个温度就比较刚好了。哦，来看里面这个红豆馅，我做的这个红豆沙虽然是那种比较沙的，但是它一加热就会化成这种比较红豆泥的质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豆馅，哦，啊它，它没有加热之前是这种可以凝成饼状的。但加热之后就化成沙了。这个，一共做了9条小鱼，我吃了一只，还剩8只。最后这个面团就是因为馅儿只有8个嘛，然后我又扯了一片芝士，把最后一点面给用完了。其实这个大家做的时候可以自行多做一点，然后想吃的时候空气炸锅热一下就可以。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这个还是直接放在贝果或者煎蛋上比较好吃。今天我们就直接，哎呦，妈呀，这个颗粒出的好大呀！直接撒在煎蛋上试一下。
江江，我为什么最近老是拉的那么满呢？感觉这个页面再多一秒就要出来了。昨天做的这个鲫鱼饼，还热了一个我之前烤的贝果。好久没有吃的这个蓝莓贝果，其实我一次烤了很多，在爸妈家还有这边都冻了一些。加热一下就非常好吃。那个调料是有一点大蒜的味道，咸咸的。直接撒在鸡蛋上的确更好吃一些。多的我尝不出来，盐、胡椒还有大蒜粉调味的。昨天年货节买了一堆要送礼的年货，因为现在怕物流发不过来，所以买的比较早。对，其实我有点好奇大家就是过节走亲访友的习惯。我妈说我们这边是不结婚的小孩不用带着礼物去拜访长辈，好像是结了婚之后带着老公一起去拜访比较符合传统。但是毕竟是我第一年回来嘛，所以我还是准备了节礼。当然那边的传统是怎么样的呀？我今天拿的这个是芝士的，我觉得这个鲫鱼饼比昨天烤出来的那个要更好吃。空气炸锅炸一下之后，外面这个皮就更脆了。像饼干一样，超级好吃。今天中午准备来简单的煮个泡面吃。最容易做到荤素搭配的方法就是煮面，煮点面条，放点肉，放点青菜。之前剩的虾仁，还有一点剩的牛肉片可以放进去。感觉有段时间没有吃泡面了，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说人不能吃太烫的食物。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煮面的时候呢，这次稍微煮的硬了一点点，就是提早关火，然后它在汤里面泡一会儿，等汤稍微凉下来一些再吃的话就不会那么烫嘴。我觉得这点我跟我爸妈有点像，我妈特别喜欢吃烫的东西，回去我得跟她好好唠叨唠叨这一点啊。对，我这几个这种颜色的锅，木柄的牌子都是，这个牌子是我之前大概两三个月前从韩国转运回来的一批东西里面买了几个锅。但是呢，就像大家之前可能是昨天吧还是前天的视频里面看到的那样，这个锅啊，就是有人问我，小姐姐这个边会不会泛黄啊什么的，会，就是你不知道沾到什么东西，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些很难刷掉的印子。但是据说买那种专门用的清洁膏就可以刷掉啊，但是我下单了，目前还没有送到家。所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锅很好用啊，但是呢它也是会泛黄的。今天下午呢准备来做一点这个恰巴塔面包，之前我妈来这边的时候也说非常喜欢吃。明天我打算回一趟父母家，所以今天来做一些。这个是我那天在 B 站刷到的一个食谱，就不跟大家写详细比例了，我会把那位作者的视频链接置顶在评论区。 YouTube 的话呢我会放在信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视频不是很长，只有3分钟，我觉得大家如果想收藏的话直接收藏原作者的，找起来会更快一些。唯一跟作者不太一样的我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家没有耐低糖酵母，所以说我直接放的是鲜酵母。鲜酵母放了6克，或者是室温发酵，但他也说了冬天气温太低的话要放烤箱或者发酵箱。我做这个面包的时候是全程在发酵箱里面发酵的，所以大家也要根据自己家里的室内温度来进行调整。朋友们，我打算来切一下我早上做的那个蛋糕卷。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爸超级喜欢吃，他一个人吃了得有1/3。之前有朋友问为什么我爸吃素还可以吃这些奶油黄油做的甜点，因为我爸的吃素是基于他信佛，所以奶制品他还是吃的，就是他不愿意杀生。好像要先烤一下这个刀。奶油好像稍微少一点点，我卷的时候没注意吧，可能是。至少这个卷没有开裂，我还是蛮开心的。我也是人才，居然能在擦刀的时候把手给拉着。好家伙，不注意不小心啊，就会造成一定的危险，大家不要学我啊。我不知道我是年纪大了突然晕血还是怎么样，就是摸到这个割伤的地方我就总能想起来，就是那个刀拉过那个肉的时候那个感觉，好奇怪。总而言之，这个蛋糕卷的卷应该是成功了的，
吃起来也比上次的柔软一些。哦，好久没有喝冰美式了。这个奶油我上次是吃过的，配方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等我再研究研究这个蛋糕卷，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目前我觉得做的还是不怎么样。这个就是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要吃完一个卷，一定要喝美式的甜点。其实我挺想尝试我之前在韩国学的那个配方的，但是少两样材料，我下单到现在还没有送来，所以还需要再等待一下。我昨天收了我第一次在网上购买的鲜花，然后我一个兴奋就蹲在我们家阳光房里面去修剪花枝，剪完之后发现我大概蹲了得有半个多小时吧，导致我现在整个后腰就是往左边转和往右边转都很痛，但是我觉得成果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是我昨天买的玫瑰当中的三种，然后其实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两种康乃馨，我也稍微修剪了一下放到花瓶里面。我最近在培养这个兴趣，就是我也不是说想学插花啊，那种插花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单独的培养一些就是对于造型啊什么的审美，但是呢自己买一些没有完全开的花然后把它养开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治愈的。这个视频呢是2022年我的最后一支视频，刚好也卡在了今年的最后一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很有意义，所以说呢还是想在这个视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今年这年我视频更新的还挺频繁的，所以说基本上我的一些大的人生变动大家都在视频里面跟我一起体验过了。二月份我毕业，然后三月份回国，经过了三个半月左右的努力，我装修好了我现在准备自己独居的这个新家，并且在年底准备搬过来。对，我现在其实还没有搬过来，我的搬家时间依旧是明年的1月15号，但是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我一直住在这边这个房子里面。 anyway， 其实今年我视频更新的我觉得还蛮有规律的，除了暑假请假跟大家请假的那一个月之外，基本上我做到了每周更新至少一个视频，再加上我12月份加更的这些，其实平均下来今年一年每周我应该至少是有一个视频左右的。我对这个成果还是挺满意的。有一些新关注我的朋友们可能不清楚啊，我并不是一个全职的 UP 主，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从我研一的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入职了大概3年左右，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坚持着把工作和视频并行来完成，然后完成这个出片率，我自己还是对我自己很满意的。前两天我打开了我给我自己买的2023年的这个计划本，这个计划本是从1月1号可以开始写嘛，所以说我现在只是把它拿出来，但是其实呢这个计划本里面有一个就是这种对于2022年的一个回顾，还有2023年的一个展望，我前两天呢已经把它拿出来写下来了。这就是我觉得我去写这种日程规划本的意义，就是你当一年整个过去，你去看你写下来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会有一种就是成就感吧。我觉得接下来的2023年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是一个希望更多的一年，国内这边的情况呢也已经放开了，我觉得所有人对未来都应该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展望，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2023年里面可以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祝福了。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稍微的请个假，我打算休息大概2-3周的时间，具体什么时候复更我还没有想好，但是跟大家保证啊，不会很晚，我会尽快努力的调整我自己的状态，然后继续跟大家更新我的日常生活。其实我觉得记录生活，记录我自己的日常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
情，而且它的确有助于我更好的规划我的整个的生活节奏。但是呢，十二月份的加更，外加上工作上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确是让我的十二月有一些忙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稍微的喘一口气啊，缓几周。而且我马上1月15号打算要搬家了嘛，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会跟爸妈一起去逛逛街，然后买一买新家需要装饰的东西。而且马上也要过年了嘛，今年的过年啊，苗一跟球球还有爸妈都会来这个家里面，在这个新家我们一起过第一个年。所以说最近我开始买这些小花花什么的，我觉得把这个家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一起在这里跟爸妈一起过过年，包个饺子呀什么的，我现在脑子里面的想象特别的美好。其实上一个视频我就看到有朋友弹幕和评论说，好久没有看见猫咪了，好想苗一跟球球呀。是的，我也非常的想，就是我爸妈最近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两个人都阳了啊，现在他们俩还处于一个正在排毒的阶段，他们现在身上还有症状，抗原测试也是阳性，所以说我大概已经有2周将近3周没有回家了。今天是12月27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就像我之前拍视频跟大家说的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啊或早或晚的问题。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大家也可以弹幕跟我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在2022年的年末，2023年的开始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Anyway，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在2022年的陪伴。虽然说在接下来我要短暂的休息几周啊，但是大家相信我不会很长，我会尽快的回来的。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